天，耶稣和门徒们坐在楼房里一起吃着逾越节的晚餐，但是耶稣看起来很难过，很忧伤。原来这是耶稣最后一次和门徒们吃晚餐了，而且耶稣知道在今天晚上有一位门徒会出卖他哦。啊，出卖耶稣？原来耶稣已经知道未来会遇到的事情了吗？那耶稣是不是也知道自己会上十字架呢？啊，被出卖。